醒醒，醒醒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谢天谢地，您终于醒过来了。怎么样，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吗？啊，头有点晕，腿也还有点麻。啊，等等，你是？在下丽塔洛斯威瑟，是。啊！你个变态女仆，离我远一点啊！
Thank you.
尔萨利亚，海源之眼马上就要关闭了呢，莉莉亚。是的呢，尔萨利亚，海源之眼马上就要关闭了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马上就要完蛋了。难道接下来该上演的不正是主角在最后关？莉莉亚，尔萨利亚，海源之眼马上就要关闭了呢，莉莉亚。是的呢，尔萨利亚，海源之眼马上就要关闭了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马上就要完蛋了，笨蛋尔萨利亚。难道接下来该上演的不正是主角在最后关头逃出升天的经典桥段吗？你可少吃点桃子吧，笨蛋尔萨利亚。好好看看你手里的剧本，爱因斯坦的小跟班才是主角，咱俩从一开始就是妥妥的反派。双子入侵漫画的主角难道不是我们吗？那小跟班明明就只有前四话出过场而已。你吼那么大声干嘛？编剧又听不到，而且就算他能听到，现在应该也来不及改剧本了。怎么会？难道罗萨利亚的主角生涯就要到此为止了吗？从来就没开始过吧。放弃吧，尔萨利亚，爱因斯坦的小跟班马上就要追上来了，我们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。莉莉亚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说我们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，认命吧，笨蛋尔萨利亚。莉莉亚，再说一次，再对我说一次。我说我们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。就是这个传说中会让人充满力量的咒语。醒醒吧，你崩坏三玩太多了啦。这个篇章眼看就要结束了，总得想办法给自己再加点戏份嘛。毕竟已经是完结篇了嘛。你在说什么呢，莉莉啊？海源之眼这不是还没彻底关上吗？只要我们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，只要我们现在就跳进海源之眼里，伏特加女孩的冒险之旅就还能继续下去。我觉得这种狗血漫画还是早点完结算了。莉莉啊！哦，伏特加女孩的冒险之旅绝不会就此结束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没错，我们的故事绝不会到此为止。爱因斯坦的小跟班，就让我们在新世界再。结果这部狗血漫画还是没能成功完结啊。而且在那个世界买的新衣服好像也被海源之眼给没收了。嘿嘿，莉莉啊，我们接下来该去哪个世界冒险比较好呢？随便吧，莉莉啊，现在只想赶快找个地方休息。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伏特加女孩命运的选择，打起精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莉莉亚，莉莉亚，莉莉亚，莉莉亚。其实已至，其阵已盈。七星灯起，
飞开门鸣。啊，等等会儿，小李，安静点。哎，你听，罗萨利亚，远处有人在说话。以此为戏，无患辱名；以无为戏，汝当以应。唉，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听不懂的话，我们直接过去问问他不就好了吗？等等，罗萨利亚。嘿嘿，新的冒险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啦，莉莉亚。